咱们一会儿进桑拿房啊，蒸之前啊，我这有个秤，大伙儿拿秤称一下，然后那个孙老师过下蹦啊，必蹦。他说的细致啊，然后就蒸，蒸完之后咱们出来再过一下秤和蹦啊。我觉得让你们大伙儿享受一下煎熬的过程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来吧，出发吧，上秤。好，走吧，让他们看看咱们这行水分多大。我先等会儿啊，我得把我这上面弄湿了。这防水不防水啊？栾云平71.9，你有点大太监的意思了。烧饼上秤，烧饼87.45，这是储秀宫的总总管。87.4，点儿呢？你把这点儿写上来了，比你孙叔还猪呢。哎，摸个头上秤了啊！我的，他多一浴袍，你快念快念。孟鹤堂多个浴袍，念字念字，念字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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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不能不能乱点，不能让观众朋友看见这个。观众们想看见。我太被动了，我现在，我主动一回吧，我。来了好了好了。孟鹤堂62.90。啊，四斤水。张九龄78.75。周九良77.65。哎，岳老师多聪明，往肚子里注水。抠出来，抠出来，那都三百了，给抠出来。200。王九龙上秤，啥东西？这是肥肉，这腰间盘太突出了。快上！你怎么多一尾巴呀你？不是，等会儿还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王九龙109.15公斤，公斤，我没那么胖啊，218，不可能。上九七93.90，180，我密度太高了，不好意思，秤坏了吧？秤坏了吧？哎呦，两亏了，173啊，一个人300多斤，秤坏了，这不是？不是这秤不准了怎么办呢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错了！现在空下来重新称啊。王九龙上秤，王九龙87.9。哎，这回就是。然后我们。岳云鹏上秤。谢谢小谷，谢谢。岳云鹏95.0。走。好，到哪里？走啊！我跟你说吧，这个到最终胜利呢，也就是小岳呀，扛得住了这个。张哥，不是，那太热了，我怕我待不住。哥哥，现在也能出去，我在这儿还能待一会儿。在那儿也没什么作用啊。有作用，有作用，放心吧，挺到最后就是胜利。你这要吗？对对，我那边就有喜加字儿那个吧。加字儿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加字儿，那可以，加这个，来。玩的坐这边来，我在这儿也能玩。不行，不带着了。你们又在吵架了啊？给我们那个摁了，你们正热，我二哥，加老棒来，加好，摁着，一会儿头皮熟了哥，赶紧都看过去，我服了，我出去了。
你干嘛过来？栾云平上秤，栾云平69.0，栾云平减重2.9公斤。这么大水分，咱们第一个呀，这个做的最顶端的这个高度的这个人，到了这个地儿了，咱就都出去。都出去了，咱们看看一共减了多少，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，我待不住了，我待不住了。好，放弃一个。好家伙，你这得多少轮啊？你说，就一个轮，就一个轮。来来来，这儿的。出来了，出来呀！脸都白了，这个。周九良上秤。站稳，站稳，站稳了，你站稳，你要不站稳，我站啊。周九良75.4，周九良减重1.4公斤。我跟你说，导演，坏导演，坏导演，坏，您等会儿，坏导演坏不成立呀、啊，不成立，上去，你这不成立，上，你打坏导演也行啊。一会儿头皮熟了，哥。来来，来，你先说，你先说。眉毛，俩眉毛，没俩眉毛，我没俩眉毛，我画没俩眉毛，我画没俩歪眉毛。老秦，他往上做了一眉毛，他放弃了。来来来，我洗个头吧。岳哥来，师傅，我师傅。我没师傅啊！他不提出来的，他都傻。您赢了，哥，您赢了，对了。九七，我们没师傅。得得得！哎，我们不能没师傅。哎，没毛病。我给找一笔，搁字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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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这个立场是。来，我说一个，说一个，我说一个。来，你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瞧我上去了，你大喘气了，这也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槟榔，嚼槟榔，爱嚼槟榔，我爱嚼槟榔，我们爱嚼槟榔，我们不爱嚼槟榔，我们俩不爱嚼槟榔，怎么老？我们俩不爱不嚼槟榔，我们俩不爱我，停下来，站起来，来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要不就输了，上就输了。发财吧，大掌柜！发财吧，大掌柜！谢谢谢谢。得了吧，我都算好了，我们不爱嚼槟榔，很爱嚼。呜！好，明天这游戏结束不了啊！好家伙！谁出来了？哟！哇！孟鹤堂上秤。孟鹤堂62.4，行，有进步。烧饼上秤，烧饼87.5，他还涨了。87.4，87.4，跟没减一样。二干活，一直鼓励。王九龙上秤，王九龙87.4。啊，你跟饼哥一抱一块蒸的吧？上九溪上秤。上九溪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66.7，服不服？神秘张九龄上秤，一点不神秘了。哎，还神秘？裤脱了。张九龄77.9，来看快轮上。张鹤伦上秤，张鹤伦87.8，2.1呢？张鹤伦呀，要多少？后边应该多蒸会儿，水大。徐小贤上秤，当然了。那神秘人是谁、啊？徐小贤3.3，要一公斤，要一公斤，可以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凑合着。先从这个减重最重的那个说啊，头一个是谁？第一名，栾云平，减重2.9。Cool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第二名，减重2.2。上九溪，第三名张鹤伦减重2.1公斤。这个，作为导演组，我举报一下，刚才栾队上秤腰的时候是穿浴袍的。哦，你什么变的你？栾队，我没穿浴袍，可以倒录像。那作弊就不算分儿呗？不给，行，那选那个其他的吧。王鹤伦是谁？第一名上九溪。恭喜张鹤伦，我改一下。第二名张鹤伦，第三名岳云鹏，减重1.7公斤。我
可以啊，作弊了吗？岳哥作弊了吗？他他妈再也不能算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能算。咱这怎么净作弊呢？